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什么叫我给脸不要脸啊？啊，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你说呀。你自己做了什么烂事儿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天天顶着米东南女儿的头衔在这装假白富美，你不累吗？我顶什么头衔关你屁事儿啊？你就是嫉妒。你自己找了4年的爸爸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现在呢，你总就是觉得我好，觉得我有实力，所以说你心里不舒服了，是吧？你要是你有本事，你认他去当干爹去，你别找爸爸呀。我嫉妒你认了个假爸爸是吧，曲时玉？这事你不提也就算了，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面子，但是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米东南是我爸爸。你连别人爸爸都要蹭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米东南是你爸爸？曲时玉，米总确实是艾米的爸爸，那天我在食堂都看见了，米总叫艾米女儿。米东南怎么可能是你爸爸？怎么可能？曲时玉，你有完没完？我爸爸是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从进校门那天起就立白富美人设，你要有那背景，你用得着天天去跑龙套吗？我告诉你曲时玉，有些东西你生下来没有，这辈子你都甭想有。都多大人了，还天天把8岁出道挂在嘴边，你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大声一点！你大声一点！干嘛？干嘛？安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好啊，张明，你就知道帮他们两个，现在还在拉偏架，就是为了欺负我是吧？什么意思呀你？曲时玉说话就这样。什么叫我就这样啊？我说话怎么了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方雅丽。天天就知道立什么女神人设啊，每天躲躲藏藏的吃东西，吃一口吐一口，吃一口吐一口，你可不恶心啊？天天就知道吊人，吊着人家张艺勇整整4年，不接受也不拒绝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妥妥的渣女，渣女！你疯了，曲时玉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程明，我还没说你呢。天天就知道顶着一张绿茶的无辜脸，全世界就你好人了是吧？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啊？天天就知道勾引幼稚期，就用这点方式来勾引幼稚期是吧？我把幼稚期勾到手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跟幼稚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曲时玉，我们之前不揭穿你，就是想给你留点脸，你现在怎么逮谁咬谁啊？给我留面子。你们现在3个人抱团针对我，装什么姐妹情深啊？要撕就痛快撕，别装什么圣母白莲花。曲时玉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，你这个人怎么内心这么恶毒，这么阴暗呢？对，我就是心思阴暗。你们一个个的，都像拿了大女主的剧本似的，要不然就是家里有钱，要不然就是男朋友家里有钱，我有什么呀？啊，我有什么呀？你们勾一勾手指就能得到的东西，我呢，需要拼了命的去争取。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不就是投胎投的比我好点吗？我曲时玉，8岁就在片场摸爬滚打，又苦又难，凭什么你们说人生？你书上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这一辈子就得不到了呢？凭什么要我在这儿逼你们杀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曲时玉从来就没有怕过，从来没有。我就让你们看看，我想得到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得到。就算没有米东南的赏识，我也一样会有人赏识的。